导演的导演的电影是比较风格化，然后比较有个人特色，那我觉得可以在他的电影里面演出，其实是蛮幸福。那再加上那一次第一次一起工作，我觉得时间有点，就是我觉得自己可能表现不够好吧。然后我想，如果还有机会跟王导一起工作，我觉得对我来讲是一个很大的挑战。然后我想要做，就是想要做的更好。제가이번에허우샤오신감독님과는3타임즈에서두번째작품을같이하게된것입니다그래서그당시3타임즈라는작품을할때는지금보다제가나이가어렸고연기나여러가지장면에있어서잘하지못했다는아쉬움이좀남아있었습니다감독님스타일자체가워낙또본인만의세계가강하시고독자적인세계를구축하고계시기때문에그이후에그3타임즈라는작품을하면서연기뿐만이아니라인생에대한많은것들을배울수있었고감독님께서저에게굉장히많은가르침을주셨었습니다그리고3타임즈이후에서른방이라는작품을감독님께서하시겠다고저한테이제구상을말씀해주신적이있으신데요그당시에감독님은저에게무협이란어떤것일것이다액션은어떤것이다자신만의생각을굉장히말씀을많이해주셨어요그때부터이작품에대해서는알고있었고그리고그당시감독님하고같이작업을하면서굉장히재밌게작업을많이했었고행복한추억으로많이남아있었습니다그래서첫번째3타임즈작품에대해서잘하지못했던아쉬움이나부분들을다음에기회가되면꼭도전을해야되겠다고생각을했고이번기회를통해서다시하게돼서굉장히기쁘게생각합니다네다음질문받아보겠습니다예 TNA 김대기 기자